些事看得太重，讲话太冲，会给自己惹来无谓伤痛。谁每个寂寞时候，谁都会在床上看天花板放空。通讯录人有好多，有好几百个，能聊聊天的有几个。一个孤独症患者，一首哼不烂的歌，一颗伤怕了的心躲在被窝里，患者有话要说，有谁要来听。一个人有闹情绪都人笑的，选择放逐自己，扣无人境地，还想失望得到谁的关心。精神病。